是人啊！啊，我在海上漂流那么久，到底谁能救我上岸？啊，上帝，感谢你给我生命，我准备好了。台中市的发女印电影季一定会越办越好，今年演的都是名片，还有38部吧，38场次，对，大家在每一个区都有，也希望两位议员届时一定要去捧场，那你要扮成少年派我们就帮你扮啊，你还瘦一点还可以啦，要再饿一个礼拜就可以办了啊，那我谢谢各位，请大家捧场。未来台中市，我们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视的发展区啊，我们会发展电影产业。那不只是我们要建制电影推广园区，我们不只是要做这个摄制中心跟电影城啊，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培植我们的电影观众啊，因为。所有的电影产业的发展，其实电影观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那么我们从县市合并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当时经费并不多哈。那我们除了在辅导电影的拍摄之外，那我觉得我们也希望到各地啊，就是整个大台中不同的区，有的地方我们是用文化中心，有的地方是室内的可以放映的地方，有的地方是我们用文字馆啊，就是露天的放映方式哈。那经过。之前的两年，那其实真的反应还不错。那今年我们当然就希望比较更扩大一些。然后，在我们的电影放映季里面，哈，那我们就是每一次我们不只是找一些比较，因为我想民众要先让他们引起对电影的兴趣啊，这样子，电影最重要的发展是要有观众。那么观众可以到电影院里面，可是我们要培养观众，那电影放映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，我们巡回各地去演出。朋友们，2013年第三届台中电影放映季，我们热烈的掌声鼓掌。我们请所有的导演筒都向右边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2013第三届台中电影放映季，掌声鼓励。这次共有26支片子，在38个场次里面，在台中所有的行政区22个行政区都可以看到，包括我们这次的开幕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。